为了保障劳工权益，劳工局今天下午在丰原区公所举办一场劳工法令宣导的闯关游戏，来参加的民众几乎拼速度、拼尝试，答对了就有奖品。你是第一次参加吗？哎，对对。哎，你觉得这个游戏活泼吗？有。哎，可以让你认识什么？劳动法令。哎，觉得很不错。哎，对对，还不错。哎，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玩。加强劳资关系，进行法令宣导活动，透过闯关互动的游戏，让民众了解相关法令，降低劳资争议。所以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企业雇主也能够认识劳动的法令，那落实在管理上面，我相信就不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形，或者是因为不了解法令而彼此之间有一些误解或者是纠纷的发生。那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彼此了解的，那相信我们劳资的互动就会更和谐更安定。最后在台上完成劳工法令 PK 赛游戏的民众，除了获得精美小礼品之外，另外还有合体三重奏演唱，现场互动热闹。唐多一新闻陈元是张延珍采访报道。